大队侦六队，那经过长期的布线搜证，锁定杨姓犯嫌涉嫌贩卖枪支，经报警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，并获台中地方法院核发受票，于日前展开查缉。那发现杨姓犯嫌驾车外出访友之际，便前往该处埋伏查缉，趁杨嫌与其女友欲驾驶车辆离去之时，那迅速驱犬喝止杨嫌下车。 虽杨嫌当下极力的反抗，并弃车逃逸，为在本局同仁奋不顾身的合力围捕之下，将身材壮硕的杨嫌以柔道这个关节技以及袈裟技巧等等压制控制后，顺利将杨嫌逮捕到案。那并在现场查扣有枪声一个、枪管三支、滑套一个以及毒品等项证物。那全案讯后，将杨嫌。 依违反枪法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那本局在此要特别的呼吁，台中治安不容挑战和破坏，只要敢在台中逞凶办案，天涯海角绝不放过。本局除持续锁定暗黑势力外，严查重办除恶务尽，并针对不法处所予以访查、查缉、压缩不法分子的活动空间，以维护大台中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